大家想看帅哥吃河粉是不是？今天请来了，这个不是老弟，这是老人。咱们家河粉，妈呀，太好吃了，一定要尝一尝。看到没，这是一份的量，量特别大，两桶就一大碗了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嗯，不好。我们泡这一款是爆辣泡椒的，大家有没有知道老人是啥意思的？别动，饭量特别大的话，男生的话两口都会喝得特别特别饱。老子也好喝吧，好的，水上吧，不能喝水。有点冒汗了，喝了。